多彩文化交流中心创建于2011年，十几年来活跃在大多的各个社区各大舞台，为多伦多和周边地区的歌舞爱好者提供了多种舞蹈和声乐的培训活动。传承中华文化，增进与各族裔之间的沟通，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舞蹈声声慢，作曲刘洋，表演单位多彩文化交流中心安娜、安妮等。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ext performance is dance Serene Melody. Let's enjoy.想问你